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。我认识我所拣选的人，但是经上的话，那吃我饭的用他的脚踢我，必须应验的事情还没有发生。我告诉你们，使你们到时可以信我，就是那一位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那接待我所差遣的，就是接待我，接待我的。 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有什么等级吗？耶稣说了这话，心里很难过，就明明地说。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。门徒面面相觑，不知道他是指着谁说的。门徒中有一个人是耶稣所爱的，他坐在耶稣旁边。 西门彼得向他示意：“你问问他，指那个人是谁。”于是那个门徒贴近耶稣的胸怀：“主，是谁？我蘸一小块饼给谁，谁就是了。”于是他蘸了一小块饼。 递给加利利人西门的儿子犹大。犹大接过饼以后，撒旦就进入了他的心。你要做的，快去做吧。在座的人没有一个知道耶稣为什么对犹大说这话。犹大是管钱的。 所以有人以为耶稣叫他去买过节用的东西，或是吩咐他拿点东西去周济穷人。犹大吃了饼，立刻就出去了。那时是夜里了。 他出去以后，耶稣就说：“现在人子得了荣耀，神也在人子身上得了荣耀。神既然在人子身上得了荣耀，那么神也要荣耀人子，并且要立刻荣耀他。” 孩子们呐，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了。你们要寻找我，我对犹太人说过，现在也照样对你们说。我去的地方是你们不能去的。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。 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。如果你们彼此相爱，众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主啊，你往哪里去？我去的地方，你现在不能跟着我去，但后来却要跟着我去。主啊，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跟着你去？为了你，我舍命也愿意。 你愿意为我舍命吗？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鸡叫之前，你必定有三次不认我。